歡迎嚟到 Ben 嫂晚間新聞報導。小面前即刻為大家帶上第一單新聞。早前有 Ben 嫂 member 部車見到一位大隻佬在城市到處破壞。有幾大隻呢？異常地大隻。好，我哋即刻去片睇下佢破壞程度去到邊。下一單新聞，國際大特飄 Henry Lui 正在逃亡中，現時香港海軍、水警、海豹戰隊、SAOSHO 聯合通緝緊佢。根據線人的報信，佢的特徵有很多個，例如有頭髮、有眼耳口鼻，最特別的就是佢中意一些長嘅嘢，係啦。咁為咗睇呢位大毒梟有幾毒有幾梟，我哋即刻去片睇下佢有幾勁。你好曬咧 ，suppose 咧係可以壓到個頭都有啲肥，即係咁樣。你先嚟啦，我咧就嚟 M， 就好多 M 嚟噶。五六三啊，啊幾好，啊幾好啦，再耍啲神出解釋。我真係未做盡嘅，你我肯定100%肯定未做。哇！啱啱收到密函，原來啊～有一架大貨 van 離奇泊咗喺科大三年，但突然間咧，要駛嚟科大，咁我哋即刻睇下點解佢駛嚟科大啊！睇下八號電視三年拍到嘅影像，睇下快啲快啲快啲！哇！喂，豬肉，喂，點解要啤啤要停播睇新聞嘅？其實呢個唔係新聞報導嚟嘅，玩下嘅啫，我會休息。都係唔知啱乜嘅 ，OK， 陣間鍾你出嚟講下你哋一年嘅感受。